双麒麟。来，晨晨。谢谢，谢谢，来。蜂蜜柠檬双麒麟，它严选的是台湾在地食材，它选用屏东绿翡翠柠檬，还有蜜蜂工坊100%的台湾蜂蜜，所以这样子好像就闻到酸酸的味道哈。有啊，已经有闻到那种清香的味道了。真的有吃到蜂蜜甜甜的味道。还有柠檬的清香，而且清香好像闻得到哎，它那个比例刚刚好，黄金比例，所以微酸带甜，很爽口。柠檬香，吃到鼻头哎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个口误也不要笑成这样好不好？是蜂蜜，不是蜜蜂。花心饼干杯，好像也是这种水果风味的，很容易融化掉。好吃，水果风味，还是夏天，现在算秋天了。这种热热的天气，还是水果的那个双麒麟最好吃。第四支蜂蜜柠檬双麒麟，有柠檬的清香。